什么？什么东西？哎哎，要画画，要画画，要画。还想说拿画会不会是关键？他刚刚好像有要我们画画的意思。迷茫，你自作自受，完成它。好。看起来不像是我们要画画啊，因为他刚，我觉得应该只是个过程而已，就是要两个灵魂从门入境，他们想要打造的东西去入境。A home, a wife, a family, peaceful life, betrayal of everything that made them both artists, and yet 空间不一样。哦。邀请您参加他们计划在周六下午2点举办的婚礼，6月9号在圣鲁克小教堂举行。We are truly thrilled to hear that you accepted our humble proposition. 我们为了什么画廊找了一个展览开幕最佳时间？我们需要一点时间来布置，因为把钢琴搬到我们的画廊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您公顺着汤马斯·考德威尔，哦，你要办一个展就对了，对对，对于艺术家来讲，办展之重要，只是还达不到。为什么 ？Oscar Wilde。就像，哦，又不一样，又不一样啊！啊 ！They don't understand what it takes to make a good painting. The work doesn't start with the brush. It's like family doesn't start with marriage. It starts with canvas. 绘画不是从画笔开始，是用画布开始。哦，他讲的都好有那个深意哦。哲理吗？对对对对对对对。啊，对他，对对对，因为他那个，对，刚刚我们说那个嘛，他有那个一只 first step 最难的万事起头难，就不能翻成万事起头难吗？说起来了。吓死我了！噔噔噔噔！不要用会，不要在玩恐怖游戏的时候用会员的那个讲话，会吓到我。就不能按井字号吗？按井字号啾一下不是很好吗？啾啾啾啾一下就好了啊，不需要噔噔噔噔噔噔，我会被吓到。哎，平行宇宙，平行时空。他是同一个房间，他是九啊？怎样？哎，锁住了。两个同样的房间，在这。对对对，两个同样房，但时空感觉不太一样。我听到，拿到 key 了，拿到 key， 而且你看一下右下角，我们有拿到其中一个画布的碎片。又不见了。看又回来了，哦，好厉害哦，闪都没闪呢。画面完全没有闪哎，然后就切回这个房间了哎。哦，这灯蛮漂亮。现在是在怪阿 K 没有啦？怎么会？我只是让阿 K 知道说他得到吓到我的这个成就啊，是不是？这一款厉害的地方就是他很会利用视线的死角。你说跟宪法有什么关系吗？米安说：“这是肉圆一个月一次的权利。”米安刚刚一定是看到阿 K 说：“我想说快月底该用一下。”米安就想：“啊，对，快月底，那我来用一下好了。”哦，现在往左偏一点点，呜呼，不错哦！哇哦，完美的弧线全部都画出来。好，你刚刚那个嘿嘿嘿，好，怎么有点变态感？不错吧？我跟你说，这个变态感呢，你要用演绎的方式做出来，还真的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容易。
你有办法吗？可爱提醒我从来没用过耶。你这个有点像是小混混站在老大后面，然后旁边小弱弱要打人的那种笑，然后一定是第一个死的那一种。这个完全没有那一种啊。哎呦喂呀，哇塞，这仿佛就像我刚刚大型跑一样的。Big Run，你看你右下角那个，你那个五个拼图，你现在拿到一个。对，我现在拿到一个了。我应该说色块啦，不是说拼图色块。对对，因为我们刚刚拿到一个很像画布的其中一片，这样。我跟你讲，赫阿提下，中间这样。我看他，我大型跑啊！哇哇哇哇哇哇哇！吓一跳，这个哇，真的，就突然就这样下去了。I think I have the music for all the paintings now. 所有画作的音乐。I'm going to play it for you this evening. You're going to love it. 哎呦，这样子很酷哎，它有可能是就是展览，然后再搭配如果是钢琴的那个的话，不错不错，感觉很有意境哎，这个安排很不错。好黑哦，我什么都看不到哦。哎哎，哪？哎，这个，电火电火！哇！哎，他真的很会视线，他真的很会哎，好厉害哦！强哦！他怎么抓到那个？好厉害 ！Nice！我觉得这个游戏制作组感觉是艺术相关底的，哎，他的那个整个呈现的美术对美术风格非常好，艺术，我们要讲艺术，美术好像还不够成熟一样，人家已经是很成熟的，就叫你不要喝那么多，就墨痕啦，可以再开一次吗？哇！来来来，这个又在流了，哇！我喜欢这种超现实，我喜欢这种超现实的感觉，就是画里面的东西，然后它跟外面的这种，我真的很喜欢超现实的东西啊。这个我要拿红色的，它没有哎，它也不是超现实，它是真的这样，它是真的塞了一个这个，是真的。而且你看里面那个人，很像小弟耶，在偷喝酿的酒，有没有？安保酿的美酒啊，他在那边喝。他不是在偷喝吧？他在吹气吧？让那个里面的那个。哎呀，那我不要喝，那我不要。没有啊，他是要让那个什么，好像是要反应什么。Sorry, I haven't written in a while. I've been swarmed with work. 我的公司设计最痛恨被叫美工。没错，你才美工。对啊。To say the least, I just 美工听起来像是一个不行吗？没有美术工程师这个说法啊。至少无法想象卷少叫美工的意思。等一下，我先把这段看完。Get her some professional help, pronto. You could probably talk to someone as well. With all that's happened, I'm sure it would do you some good. I probably don't need to tell you that the buyer was sorely. 所以你的新画卖的没有那么畅销，任何我继续帮你秒买家。Aren't selling as well as the. 完全可以理解他这种，真的，完全可以理解。刚刚说这个叫美工的意思呢，就有点像你的老板一直叫你去叫百八一样，你不爽的感觉是一样的。这什么？ You can fight her, she will break you. 他会毁了你，你无法与他对抗。啊，我不能跟阿塔对抗吗？我会被阿塔毁了吗？怎么可能？我不信。出来 PK。上司功劳，下属的锅。老鼠啊、欸！那老鼠跑步有烟呢、欸，是跑多快、欸？对啊，它是在奔驰。对啊，啊 ，nice， 第二片。哦，酷！四。欸、啊，我喜欢这两个画风。哎、欸，不能再点回去了吗？想要再看一下那个过程呢、啊？哦，喜欢。助理讨厌被叫小妹啊，没错。哦，对，你们哎、欸，那个小妹，你才小妹呢，小你妹啊。陆哥哥啊，叫你，你看，又有烟，好可爱啊。
像贴这样贴近一点。他说什么 ？Look closer。靠近一点。嗯。哎、欸，什么什么四四四？对，有一个四，有一个四。好、哦，这边一定还有很多画跟什么东西的，我们再来看看。哎呦，哎呦啊！他说像飞蛾扑火啊，有没有？好好，来，大家仔细看左上角的画哦，它会融化哦。哦，我们先欣赏一下这幅画。哎、欸，我觉得不一定会融化，不一定是融化。哎、欸，是融化。我还反想说，你注定是直接打你的脸。我以为是有什么特殊含义、啊。壁炉就是无法让这个房间。我曾经我也很讨厌被叫美工，现在觉得没错，我只是个美工，请告诉我该怎么做，不要叫我空想。没错，我，如果你要叫我美工，你就是叫我做什么事我就做什么，我没有什么发挥空间。什么叫我发挥？没有，我没有。我猪脑袋，我什么都不会。来，我们大家看一下这只老鼠哦，嗯，这个画作不错。哇，九九四四六九九六四四六九。我们要如何判断？它上面是不是有图案、啊？要瞎七八猜吗？我记得那个上面好像是，我是说那个锁上面是不是好像有图案？锁啊、欸，有吗？看一下，哎、欸，看，我看看看看，我靠，我靠呀！屁啦，我被吓到了。对啊，哎、欸、啊，他是玩那种的，就是转头下的哦，这种最阴险了。没有哎、欸，反正就先猜吧。是第一幅画是四啊，再六，再九啊，照顺序看来的话，不是，所以是。哎、欸，旁边有个暗吗？他旁边有个大、哦。没有，没有，没有，没有。那就是四九六。四九六。我们从没有，我们从动物的大小，所以是九九六四，小到大嘛，九对，不对啊，我想想，马跟狐狸还有老鼠嘛，如果从头到尾的话是四啊，四九六啊，四六九。对啊，我们刚刚是四六九啊。那如果是、啊、如果是反过来，就九六四也不对啊。那六四九，我们再看六九四的。我看一下，对，这是四嘛，头是四嘛 ，head 六九四没有九六。没有啊，你就最后一个，你就六九四试试看啊。因为其实他、你说六九没有，只是想知道他的那个啊六九， 69, 那应该就是没有什么道理吧，对不对？六是六九六九四。没有道理，没有这不哦。你说你进房间没有、欸、我觉得不一定哎、欸，应该就是这样，好吧？不是非常重要。但我觉得是顺时针哎、欸。你说进来进房间，我们从这个房间这样进来，从这里进来。你说一进来看到的第一幅、啊，然后这样看过来吗？对啊。哎，画哦，画没变化，是吗？This is fine. This is good. These are great conditions. I can finish it. I can. Watch out. You can fight her. I will. I need to. For all our sakes. For our family. For our family? 不是这个 Or just for you. You can. She will wreck you. Go on. Tip the scales. 应该可以开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零啦零啦，强迫他喝药。零 lucky， 嗯，当到可以。OK。哇，Which color should I choose？ 我会选绿色，但我比较喜欢左边的花纹。我因为它又绿色可以摇，所以 我就知道，我就知道。我喜欢真的老了，阿塔真的老了，阿塔真的老了。我喜欢这种椅子啊，我喜欢有这种椅子，很舒服哈。烧起来了、欸，哦，烧灰哇 ！The red of my paint， 双眼绿色，双眼的绿色，什么？我的染料，我的颜，我颜什么颜料的颜的红色，绿色挂起来吗？哦，这个框框是绿色的，哦。哇、哦！又换了、
对，我们刚挂上去，然后这边的通道开了，所以等一下应该会是另外一边的通道。他们两个结婚的、那个？对，结婚的。什么 shapeless dream 无形的梦 ？shape 是形状哦 ，shapeless 就是无形。花花的门。有人在低鸣。She will break you. She will break you. 完了完了完了，是不是要碰到什么女鬼了？哎、欸。Don't worry.与您的伴侣复合，重建夫妻关系，再次找回婚姻的乐趣，重新擦出爱情的火花。别担心，你不是英国人，荧幕上的爱情看起来总是完美，但我们却要面对现实，人无完美，你知道吗？其实无所谓，事实上很多夫妻每天都会经历一些感情问题，这一点都不值得惊讶。你只需要做一点疏导的工作，我们会帮助你。我们的咨询师在他们领域受过良好的培训，会帮助你找到源头，用喜欢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无论是普通小误会、经济问题。OK， 好，夫妻之间有问题哈，夫妻之间有问题哈。过去使你止步不前 ，the past holds back。the past holds back， 错不错？学英文句子。I think we should drop the Dakota here。托卡塔，否则人们只会注意到你的音。毕竟，这毕竟关乎我们家庭，关乎我们两个人。我相信汤马斯。I'm sure Thomas would agree with me。托卡塔该不会是画画的人吧？他说，否则人们只会注意你的音乐。干嘛？注意你的音乐不好吗？啊，还是托卡塔才是弹的人啊？他是画的人啊？结果你的音乐太好了，你找的音乐太好了。因为是妻子啊，应该是妻子跟先生，一个是艺术家，一个是音乐家吧？我在猜，会不会这样？哦，有。然后所以他就是有点，就是被，是不是被老婆成功？对对 对, 对, 对、欸，音乐家成功，音乐家比较受到瞩目，然后艺术家就是比较那东西也卖不好啊，什么什么之类的这样。对，然后人家就会说他就是靠什么，靠老婆，还靠音乐家，或是靠什么的那种之类的。哇，中间有一个画框，哎、欸，哦，我以为他会玩那个。哎、欸，框框有这么多画框吗？啊，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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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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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酷！那我们要怎么过去？我们好像在哪一个？对啊，我们怎么过去？哎、欸，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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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有了，有了。锁起来，锁起来，我们要找钥匙，我们要找钥匙。啊，那我们应该要从画框去找钥匙。对，从画框里面看到东西。这边，这边，这边，这样子。哎、欸，那边有个画框，不是，不是。有，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因为我现在这样看那个画框，不是这个画，要用另外一个画框看。可是我现在这样看，就是、这样看，你要看走右边，走右边，你不是，你看完之后就走右边啊。哎、欸，有了，刚刚我是走右边啊，还是我要看？没有，刚刚不是，你刚才哎，钥匙。对对对对对。啊，有了有了，奶叔奶叔奶叔，轻松哦。哇，雨越来越大，雨越来越大，房子要不行。哎、欸欸，对啊。哇，这画、欸，我这哇塞，哇塞，哇！那不能，这个游戏不能超支过急，要慢慢欣赏它带给你的风景哎、欸。哇，这 Skyler 不在，这很可惜耶、欸。对啊，这游戏太适合 Skyler 吧，而且它不可怕啊。所以它一定会很有感，它里面讲太多很哲理的话。啊 ，Skyler 跟 Jay 啊，这很对啦 ，Skyler 跟 Jay 啦。其实我们有很多，我们有很多肉粉员也都是艺术相关的啊。How can two people who once loved each other so fully, so profoundly, drift so far apart? My husband barely. 他现在甚至都不再跟我一起睡觉了。我知道他是被现在的我给恶心到了。眼神充满羞愧、自责、嫌弃。我意识到我在丈夫的眼里已经成为了一个怪物。这些事情都不是一个女人应该经历。如果他认为我是个怪物，那我就来当一回怪物啊！完了完了，到这种状态就有点可怕了。酷酷酷！我喜欢这种的。
我觉得感觉好像 J 还是或是 Sky 的感觉，这墙上的是画是画什么，他们应该马上都知道的感觉。看着他淹死，谁？诚恳的要求您晚上小声点，我为你们夫妻间的问题感到遗憾，但是同时这也是你们私事，请保持低调，请你们考虑一下，并不是所有人都是自由艺术家，我们要早睡早起，为了生活打拼，我们需要睡眠。哦，真的欸，好像在我房间是装隔音窗，不然我的邻居可能也会写这个信给我。尊敬的肉肉先生，可以不要叫那么大声吗？我们也是一般人，需要睡觉。你不要一直在那边屁啦！我可能会报警。阿塔最想要这样了，如果遇到恐怖游戏的话，我锁在家里面。蘑蘑菇蘑菇，蘑菇蘑菇，噔噔噔噔噔噔噔，蘑菇蘑菇，噔噔噔噔噔噔噔。这是颜料跟酒吗？好，这家家很大，哎，又是同样的房间，一样的，对对，一模一样的，一模一样的。好，你先进来，反正哇，感觉是过程。兜圈子 ，going in circle， 就是在一个 loop 里面又一样。我们来看一下有什么不一样。刚刚是地上有画，等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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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下窗外，一样吗？窗外好像是一样的，应该是右边这边会不一样。刚刚这边地上有颜料，墙上有字，然后现在换左边的墙 ，going circle， 左边地上有围巾。经过徐威老师的版本吗？没有哎、欸，很可怕吗？还是酒是要放，等一下放中间吧？啊，哎、欸，啊啊，我们是刚刚忘了 啊, 啊，不对不对，我有记我有记，左边这个是红色的，不是白色的，红色的有没有？有没有、哦、红色的跟这个对？但是我拿了，我要放在哪？我拿了酒，哎、欸，还是其实就这样。哦，放对了，放对了，放对了。身体借款者以我为食，把我逼疯了，太快了，无法割舍。身体借贷者，是不是就在说我、啊、睡眠债啊？对不对？不知道欸、就说我、啊欸、睡眠债、啊。可是我们刚刚是可以拿白色的那一瓶，没有，因为你看他那个白色那一瓶跟这个红色的是长一模一样的，所以我觉得不是，因为你拿白色以后，它这三瓶的样子都不一样啊，你不觉得？哦，最起码我现在是过关了吧，是吧？你觉得会有不同选择是吗？我也不晓得。使用时总觉得写信的不是我的手，有点可怕。我贴肉不好，应该蛮可怕的。哎、欸。这个是在那个灯塔的里面，下面的信就是这样啊。不是，是在地下室。刚刚的那个女主角的地下室，我说是直男都，哎，不是，我没有是在家里一楼。对，没错，有看到，对，我说是直男都会这样讲话。好暗哦，好暗，真的好暗。沙卡兰180正在游玩。Mevel、啊、开灯啦！哎、欸，这边，捕鼠器就是通来这里。刚刚捕鼠器不是有一个地方啪啪啪啪啪啪，然后我不是说下面有个洞吗？哎、欸，有鱼耶！你看旁边好多鱼哦、喔。鱼？左边，地板。哎、欸，真的。哎、欸，是不是又回到灯塔了？没有，应该还是在他家，啊、因为啊那个画啦哦，超现实，因为我刚说捕鼠器、啊、那个超现实，超现实，我觉得超酷，超酷，超喜欢。哎呦，要冰起来啦，嗯、浪费哎、欸，这个我这个月都可以吃这个，就不会饿啦。哦，要过去，哦、嗯，啊，又是到另外一个时空，一模一样吗？
啊，这是刚刚那个有没有？我们也有看到这个，啊、对对对。曾经伟大的艺术家谁谁谁的新画作引得全画廊哄堂大笑，见证的这件见证的事情可能不算什么，但对于心理学家来说可能会成为他们宝贵的研究题材。这句话正出自知名的评论家之口，当他被问到鉴于最近发生的悲剧，这种苛刻的评论是否被人们所呼吁时，他是这样回答的：作为评论家，评论艺术作品是我们的本职工作，但我们不能去批判一个艺术家的好坏。他最近经历过太多事情，被这些事情已经为他带来很多负面影响。如果我们都保持沉默，敬而远之的话，可能会伤害他更深。其他的评论家也只是表现出些许的宽容，就像点点点。对对对啊，他这说的蛮好的哦，各有好坏。哎、欸。会不会是开启什么的重要的线索？我觉得不是。哎 ，nice 哦、oh, ，nice。那我们剩你最后一篇。对。哎、欸，又有。哦，真假的？刚应该有存档吧？我不晓得哎、欸。应该有了。嗯，今天对我和我妻子来说是伟大的一天，在开幕前。In the opening speech, quote, for us, this is not only an exhibition. 哦，所以真的是他太太。This music accompanies my paintings, just as she will accompany me in the future. 汤马斯考威德和谁之间做好了某种安排？感觉就是他太太的音乐的那种感觉。嗯，我觉得应该是哦，有可能哦，好像都是自动存。对对对，它到一个地方会自动存，左下角会出现那个画笔。啊啊，不错啊，这个艺术的游戏不错啊。对啊，我们今天这个不错哈，经历了体验了三个游戏，有三个游戏吗？对，体验了三个游戏哦，有一个游戏开都没有开哦。对对对，对。我们今天体验了三个游戏，我们享受恐怖游戏的速度是越来越快了，已经超乎大家的想象了。速度啊，对啊，我们可能会有一天两个小时内可能就会玩十个游戏哦。我把显卡装上最烂的那一张，就哎呀，怎么会这样哇？真的太可怕了哇！好奇怪，这游戏优化应该没做好啊！算了算了算了，好，感谢大家。那今天晚上呢，将会是本周跟大家在线上见面的最后一天了，希望大家在接下来三天可以由我们沙卡兰180跟我们的发明家大姐大昂宝陪伴大家度过美丽的三天假期，两天假期，他明天要上班了，对对对对对，对吧？可以吧？没有问题啊，可以吧？没有问题吧？难度吧？没有难度吧？轻松简单吧？是不是？轻松啦？对啊，轻松啦。上司出游，下属的锅。